咁我差唔多每日差唔多最少睇三份到四份報紙，通常洗四份報紙，兩份中文，兩份英文。咁信報咧我就睇咗差唔多30年，咁所以咧即係表明咧就係、是、信報咧就係、是、我心目中係認真好嘅，因為我而家冇咁多時間睇咁多嘢啊，認真好嘅報紙就係適合咧我哋睇嘅，而且咧信報我有一個特別喜歡嘅。就是個專欄咧，就每日的社評，或者叫社論，以前亦都叫社論啊社評。因為我睇咗幾十年，